那啥，你搁炕上坐着啊，我把火给你烧夜壶的，晚上不行搁这睡。干嘛？干嘛，飞人？我姐回来了，我去接我姐去。啊、哦，我以为你接刘一人呢。我接他，不是你一天到晚就开那玩笑，那干嘛去？跟你有关系，走了。什么招啊？真的不像老板呀。老板，这不咋着？这咋背我的？那是啥呀？你两手抓吗？过来，给你捧捧场啊！来，进屋。哎，还这个位置是你的？算什么？啊，算什么？那拿香水。嗯，我等会儿再说吧。拿一个，行吗？那玩意儿给不给钱？我先把账记了再说。要我说，你就搁这给弄点牌，给他记上，谁今天拿多少拿多少。那牌不是给二哥准备的吗？你说给谁准备的？我不记账啊！都好哥们，你说天天来捧场，怎么着？哎 ，Hello， 美女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哎，巧了，咱俩还同年同月同日生呢。嗯，那啥，这礼拜六礼拜天有空的话，咱出来吃点饭，是不是？行，那好了，哎，拜拜。你看这美女咋样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跟咱俩同一天生日，有缘不？她也单身。那认识啊？这么巧。就是面面上啊，我用这个同正缘功能匹配的，把这个生日贴上去，立马就能找到附近同一天出生的单身美女，头像就是本人。我刚刚还跟人视频呢。我知道，我怎么没有呢？你不要去商店搜，你得通过左下角升级的专属链接进去，每天还能定制匹配呢。了解好的话，见面也方便，都是咱们附近的。那我得去瞧一瞧。你去不去？去溜溜呗，大哥，看一看，你我马上到。乱你不跟俩扯，赶紧给我拿两个酱油，回做饭。对，嗯，俩够吗？俩的有长时间了，你还拍照？再拿一个，这怎么赠送啊？赠送一个，你真的，你拿倒吧，哥。啊，借你钱吗？不行，借我账上，借我账上，走。你晚上上我车了，走。啊，哈哈，我快了呢，怎么这个小孩？怎么这样啊？你姐呢？这怎么还挡住了？我俩这吗？挡住了啊！哎，搭呼搭呼姐。啊，嗯，啊。哈哈哈哈。哎，对呀。嗯，你姐呢？哎，你什么事儿？你别操那心啊！对呀，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嘛，友好的地方一天两网交流。哎，我哪买的肉？什么意思？我爸没搁家，出门了，你给做了呗。做呗，上你家吃。行啊。你给花哥也叫，走吧，走，先走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等你啊。五百块钱，干嘛呀？慢点，咱俩呀！哎，飞今天怎么这么惨呢？这谁不说飞先出去了？别、啊、别，你先进屋，你马上走。开门那就是啊，您进屋坐了啊。我姐啊，行，以前是以前嘛，现在又不一样了。啊。我呢？小声的啊，你别打我姐头进去。哦，我就这么说话呢。姐，你搁炕上坐着啊，我做饭啊。我帮你们忙会一下呗。不用不用，没有，我坐着，可能坐着没有事儿，自己家。行。怎么称呼啊？啊、哦，美美，我小美姐。啊，小美姐，美，小美姐。对对对。那啥，你搁炕上坐着啊，我把火给你烧夜壶的。晚上不行搁这睡。干嘛啊？搁这睡，搁我龙哥家睡能怎么事？你可别整那没有用的，你快上火得了。我搁俺家睡，俺家有地方。嗯，那啥，我喝的水你别想。你就整那没有用的，你快起来吧。你喝的是给你喝的吗？
姐，这个人住哪儿妥了？你俩去烧火去。烧火去了。我，你俩弄我啊！我陪我姐待会儿，我就刚过来。啊。这二哥瞅你弄到了。我跟你讲，咱村小村人确实有点，要叫二哥吗？二哥，那不是，我感觉整的没有用了。坐好，坐，别拘束。喂，啊，你这些光是五花肉，你回家你拿着干豆角来。啊，红烧肉干豆角呗。那你怎么吃？行，那我回家拿呗。等会儿啊。你要有事，你找我吧。我等会儿去拿去啊。嗯，多拿点啊。啊。二哥，来。那啥、啊？我害怕。哎，我被吵上了。来呀来呀，你怎么了？我给你拿这个，帮我爸弄的，确实确实的。行，挺好。你爸有道，我跟你讲。你爸干啥？你爸饭了？来，给我弄。对呀。啊？你咋？怎么了？你也有那对象？你怎么都整那些有的没的呢？反正是没对象，但是基本上是你是白费。没机会。你看我的，完了，王爷，你别整那没有用啊！你要想当龙哥姐夫，你还想当我姐夫？你我连谈恋爱时候他也不放口啊！你是大姐都不给你放口，是我终于体会到你那种感觉。我现在我一听到我刚才听到他说那话，我就想上去就一脚。哎，你这么的，明天你想吃啥？我给你整。行，咱们这今天就完了，是不是？行，看明白点事儿啊。没毛病。这一大锅，你来吧，姐。来，老王这手艺可好了。嗯，还有小鸡爪，感觉能往我吃。这锅有没有酒？啥？嗯，你还喝点啊？喝点，肯定得喝点。你二哥喝吧，我就吃。来，老妹，尝尝花哥帮你切菜。你看着就有食欲。好嘞。我感觉能老好吃。农村小菜系。对。我都卷着肉吃，这个我就直接吃，感觉这么香。嗯，大嘴也化了。嗯。嗯，老哥，这涮锅又来了。俺们喝汤呢，咱们俩吃哪俩？多吃啊！嗯，跟姐家菜吃点都，咱也多吃点啊。再来一碗。嗯。东哥，嗯，我有啥事儿了？说呗。我姐回来了，然后我爸去外地了，家里用文明。我都拿过来做咱们吃的，行啊，无所谓，我没有事儿啊。嗯，大哥过来。你不用麻烦，我也会做饭，到时候回家吃呗。不用，龙哥这不是外人，家人不说两句话，咱拿一热闹吃饭啊。没事，对，姐，听我的，没有事儿，你不来这上吃，非不拿食材我拿，都我的，放心。怕事儿吗？是不是老王？对。你不有那些外心啊？谁呀？你呢？咋的了？